将件蓝色衫放入黄河嗰度，结果会点样样噶？条河嘅水位会轻微地上升，冲走咗咯，咪浸湿咗。乜嘢毛系最普通噶 ？Lemon 唔系一百毛啊，Normal 啊。我少一數手指嘅啫喎。哇！死火啦今次。咁鬼心嘅啫。啊！等先，乜嘢加乜嘢一啊嘛？有冇提示噶？79，111。我完啦！我做完啦！我做完啦！我做完啦！计完咯喎，真系。啱唔啱？剛才聽到黃子軒在後面有幾句話說，那就突然間計到了。人的智商和頭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，很多科學研究都嘗試去找究竟人的頭如果是大一點，那是不是個 IQ 又高一點，但其實都找不到有這個直接的關係。咁後天嘅早期經驗咧，對腦部嘅發展咧都好重要嘅喎。譬如話喺湊細蚊仔嘅時候，如果多啲同佢溝通啦、講嘢啦，俾一啲正面嘅情感咧，啊俾佢咧感受到，譬如啊湊佢嘅大人係好錫佢嘅咁樣咧，咁都會令到咧佢將來個腦部咧有個正面嘅發展嘅作用嘅。我係 Bupa 集團旗下卓健醫療嘅 Dr. Choi，Bupa 每月為你破解健康迷思。